又是在泽拉斯啊！我都碰他三把了。你的嗓音就是世界的我。援军出击。先回去了啊！水晶瓶，刺儿，刺儿，胜出意味着变强。刺儿，瓶 A， 吃我一个不灭！你，刺儿，刺儿。哎呀，沉默，插个眼儿去，看看这福爷哥。刺儿，刺儿，刺儿，沉默，让蜘蛛过来越塔，起，刺儿，刺儿。这蜘蛛过来越塔呀！这蜘蛛，沉默。来人了，福爷哥到了，快跑啊！咋不来越塔呢？蜘蛛，你这蜘蛛，你该先吃谁呢？刺儿。我把线放过来呀、啊，这挺危险呐、啊！死不了，咱也别怕了，好吧？那福爷哥指不定来呢。刺儿，刺儿。你逃避不了行为的后果。起，走位。沉默，没蓝了，吃个饼干吧。哎呀，我操！要不是这福爷哥搁旁边，我这杀了卡米尔杀八遍，真的，我就老是顾忌他们家这打野，你知道吧？我们这英雄前期他不能死。车丢了。沉默。咋又来了？有耐心才是好的，否则就是死。刺儿闪现，起，沉默，刺儿，走位，啊！行吧，能不能帮帮忙啊？这蜘蛛啊，就一直在这晃晃晃晃晃晃三圈，左三圈，右三圈，左三圈，右三圈，操了！帮帮忙吧！啊，
一打二啊，一打二，那虫子这英雄前期没法一打二。我也不是说不一打二啊，我一打二他就跑。沉默，撤。你瞧，他也不跟我打，关键是，我主 E 的还是。你瞧，我都让他打成这样了，他也不出来打。这神机也真是神了，简直了！吃狗屎吧！关了，吃个蟹。嗯，我一打他就跑。你说你这老些兵，你怕什么玩意儿呢？耗吧呢，真累，真累，又来人了，走吧，越位了。一瞅，这是又来人了，这是。跟你玩游戏真难，你他妈给我死！跟你玩游戏真累。换了没？炮车给点力，整个蜘蛛的呀，打了半天也人家七级他五级，你这跟他说了帮帮忙吧，帮帮忙吧，也不知道人上哪去了。别推了，你的嗓音就是世界出门吧。他也不是说一直刷，他就放下路去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干啥呢？啊？呀，没吃屎！哎呀，我的一层啊！再来一层塔皮，你给我拉，我不要，我要美少女的，最好是每天吃香蕉的。
这就是他一直帮下路帮出来的玩儿了，嗯，就这，这把出个啥呢？出个布甲鞋吧。为什么主 E 猴哥？那右装大虫子就是主 E 的。就是世界的祸害之一。不了了了起立，沉默，就跑就跑，起，就跑就跑。你瞅瞅，哎呀。又来了，福爷哥，真难玩，嗯，真难玩。我他妈给你杀了我，啊！再狂妄，啊！再狂妄，再狂妄。港口没完没了呢，怎么？多少波了？四五波了，好像没完了是吧？走了，算了，别打了。中单没在，这下路又无限死啊！哎，我就发现这下路啊，就每把对面卡莎都能无敌，都能切得来。你们发没发现？我算发现了，只要对面玩卡莎，必定是无敌的。这很是奇怪，这英雄有问题。我去打个红的。你们这些生物真呀，这青钢影还去下了呢，这波推中，留个大招。福爷哥干啥去了？福爷哥，福爷哥能干啥呀？来，二打四啊！来，我看看。我看，二打四，追了，这是还有啥追？沉默，
大不仗，卡莎打人太疼了。溜了溜了，咋办？那青钢人搁上路呢。二打四呗，我马上吃。等会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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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会儿。呀呀呀呀呀呀！好吧，我来给他们带点苦去。没关系。永恩好像得杀一下，给我杀了。吃了850，哎，这卡米尔就一直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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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能带！我操！拆建办的，真能拆。中推吧，不跟他们带了，快点啊！怎么往我脸上穿呢？啥意思啊？大龙打吧呢，直接打呗。
先把这福耶哥给我杀了。啊，你把他尿死，锤死。三二一，起立。锤死，跑那么快，锤死。你很拽啊。我不吃你吗，小伙子？小龙呢？卡米尔又带掉了一座防御塔呀，厉害！往后面来，来拉出来，拉出来，再给我吃了。我已经十层了，我大不大？我现在能吃太阳。再出个什么呢？你的嗓音就是世界的祸害。来个本甲怎么样？来个振奋吧。卡莎跟那个永恩一半的伤害。这燕鱼俩呀，啥意思？怎么跑过来还找我打来了呢？这什么意思呢？沉默，起立，这就是 ADC 吗？真小。下路吧。哎呦我，哎呦我，我咬。起立。沉默，起立。哎，晕我。你也起立。先把塔拔了，刺儿，刺儿，沉默，刺儿，起立。刺儿，刺儿，沉默，这都拿下了。抠就没中过几次，不用中抠。我们一技能主要区中什么抠？